男星克里斯汉斯沃因在漫威电影系列中饰演雷神索尔一角而爆红。他于2010年与西班牙女星艾尔莎巴塔奇结婚，两人育有三名子女，是好莱坞著名的明星夫妻。虽然鲜少公开同框，但感情至今都很稳定。然而近日英国媒体报道称，克里斯和妻子近期的互动减少，疑似感情失和，立刻引发热议。日前艾尔莎分享了与三个孩子们一起装饰圣诞树的照片，画面十分温馨，但贴文却引来不少粉丝留言询问为什么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在照片里。而克里斯似乎知道了网络上越演越烈的传言，随后透过社群晒出了一系列度假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他与妻子艾尔莎一起在海边享受悠闲的度假时光，直接打破了夫妻不和的传言。而此前非常担心的粉丝们也在看到照片后纷纷表示很高兴看到你们在一起，夫妻俩看起来依旧登对啊。Bye.